多謝主席。在禮拜一我在閉黨準備今日會議的時候呢，已經是跟我的同事說，經過10月1日警方是在金鐘清場之後呢，我相信呢一定在立法會又有大龍鳳了，一定又有人呢拿些緊急質詢啊，或者是啲那些休會待續議題出來呢，果然不出所料，公民黨呢又擺警察上台。好似近呢兩月嚟社會上嘅紛爭呢，或者係一啲武力嘅衝突呢，一切嘅責任都係由警方負，咁樣真係倒果為因。特別係頭先聽咗好多位泛民議員嘅發言啊，不斷抹黑警方，我覺得佢哋都係非常之偏頗、唔公道、一面倒嘅。咁當然啦，係自從11月25日開始嗰啲清場行動，我本人咧就唔喺現場啦，亦都我認為我哋都唔可以純粹睇電視嘅片段咧，係判斷咧現場嘅環境嘅。但係我留意到琴日明報嘅一個社論咧，我相信咧呢個社論嘅記者咧，佢係基於現場第一身嘅經驗寫出嚟嘅。我唔係時時都同意明報嘅社評，但呢一段咧，我覺得係寫得相當之公允，係值得讀出嚟咧俾各位聽一下嘅。呢一段係咁講嘅，佢係昨日凌晨，示威者與警方從龍和道打到天馬公園，並且來回地打，到清晨更打到金鐘海富地鐵站。過程中，警方使用武力強度確實較以往高。一些示威者後撤時仍要挨胡椒噴霧和警棍，因此指責警方使用過度武力。不過一隻手掌拍不響，雙學下令圍堵在先，示威者暴力衝擊和挑引警方的強度亦都是佔領運動以來僅見，可見那一幕幕的衝突場面是互動的結果。若運動持續，而且由激進者領導下去，則下一場衝突出現更暴烈、更血腥的場面並非不可能。以此檢視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就圍堵政總的聲明，僅僅是譴責部分警員以過度和不必要的武力對待示威者，卻對示威者的激烈行為呢藉口卻閉口不提，這種姑息是否會養奸呢？且看事態發展。但是民主派議員缺乏明辨是非的道德勇氣，令人失望。主席，這個是明報寫的，不是我寫的，我相信這些是現場記者看到的實際情況。剛才很多泛民的議員不斷是指責警察，說他們說粗口，說他們打人，那他們有沒有說下幾多人用粗口罵警察呢？話佢哋摸警、黑警，話佢哋係警犬，更多係難堪入耳嘅污言餵語。並且咧，係最令我反感嘅咧，就係有一樣叫做網上人肉起底。主席，其實就呢個人肉起底啊，我係想今日問一個緊急質詢，或者係作一個休會待續嘅辯論。不過費事令你老人家難做啦，又被公民黨捷足先登啦。但我咧都係覺得太離譜啦，特別我哋立法會跨黨派嘅議員都係咁重視保障個人私隱。記唔記得2-3年前，因為地鐵八達通賣嗰啲客仔嘅資料俾嗰啲市場推廣商，我哋有議員要攞法定嘅特權與權力去調查，咁緊要啊！個人私隱是幾重要啊？各位知唔知道網上有個應該是高登的組群嘅《香港警察暴行記錄》啊，揭起底的前線警員都是有參加旺角清場行動的，這個起底組叫做《香港警察暴行行落》暴行記錄，每個警員都有起底欄目嘅。警員編號、心肺圖、警員姓名、個人資料、住宅電話、有關資料、暴行啊 ，discussion question、discussion answer， 咁並且咧就係、是、教嗰啲人點樣去起底，
先拍攝警員的編號搜尋其姓名，有姓名後搜索 Facebook 帳戶，將其私生活全數截圖並獲得其電郵個人資料。如果用 Open Source 電郵系統，有機會成功搜索其手機號碼，利用 Facebook 中 Tag 的功能，將起底身邊被起底的人身邊所有同佢合照的家人朋友全部起底，得知其人際網絡後，從足刮佢的黑材料。得知上述資料上載至紀律部隊的網上討論區，進行第二次人肉搜索，看看工作上有沒有缺失或者身邊人的負面評價，甚至有些是呼籲呢，就是說話呢是警察是有警棍，但是呢他一定是怕身邊的人被起底的，所以我們努力去做啦。據我了解，應該十幾個警員，當然包括沙田的朱經緯警司，是這樣起底的。主席，這些是不是違法的行為呢？我覺得其實這個問題是很有迫切性，是問一條口頭提問，或者是要求休會待續的。但是我覺得最快是遏止這些行為，我就是向個人私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呢，是提出希望他盡快跟進，因為根據法例呢，我不是那個受害者，我不可以投訴，但可以提出呢是私隱專員有些什麼法例去跟進的。那這些行為為什麼沒人講呢？是嗎？辱罵警察，或者是我們都看到啦，警方都在起了一個昭明公主那個軍火庫了，幾多個軍火啊，盾牌自制有釘，呢啲戴曬頭盔，嗰啲嘅暴徒戴住曬頭盔，一二三咁向前推進，點解呢啲冇人譴責呢？我哋警察其實好辛苦，佢哋都係人，呢兩個月嚟咧已經受盡侮辱，同埋係長時期工作啊！我覺得我哋議會咧實在係應該還佢哋一個公道。咁就主席，我想提出一點，仲要請各位留意嘅咧，其實警方喺旺角，無論係旺角或者係星期日金鐘嘅掃蕩行動咧，佢哋係用多咗武力，但仍然係最低嘅武力。用多武力係有必要嘅，因為呢個佔領行動已經拖得太耐啦。呢、這個佔領行動咁拖法咧，令到警方不斷喺不同嘅單位嘅抽調警員去當值咧，長時期當值咧。再係咁持續落去，係影響香港嘅治安嘅。主席，唔知你有冇留意到日前咧，已經南華早報有位外籍嘅女士咧寫信去投訴，佢話咧佢屋企有啲失竊，佢走去軍理廠街警察總部嗰度報案咧，發覺個報案室咧已經係坐滿人，一位咧係好不安嘅當值警官，一個 frustrated police officer 嚇。話俾佢知咧，因為啲人手要抽調曬去做反佔中嘅行動，所以都輕微嘅案件咧都有排等啦。如果係呢個佔中行動繼續咁拖落去咧，香港嘅治安都會拖垮。所以實在咧，警方係要採取適當嘅阻嚇嘅武力咧，有阻嚇性嘅武力咧，令到嗰啲滋事分子以為可以啊憑武力咧係衝擊政府就達到他們非法的目的的人呢是有所警惕的。同埋如果了解警務工作的人呢，我們甚至電視見到呢警察打的呢都是打腳打手那些示威者呢，他的頭已經戴了鋼盔了。而正如盧永樂醫生呢，他專欄指出這麼多人罵警察用催淚彈又說他們打人，我們的急症室有沒有人去受重傷呢？沒有啊。有沒有人受永久傷害呢？沒有啊。警察都起碼好多人受傷啦，為何沒有人呼籲下那些示威者不要武力去衝擊的呢？所以呢，主席，這種本來呢我都是趕時候我 要去赴一個宴會的，但因為聽到這麼多的發言呢是實在太偏頗了，所以都覺得不平則鳴希望跟著我發言的建制派同事呢都可以平衡一下。剛才我聽到很多的非常偏頗和顛倒是非的言論呢，是還警察的公道。順便呢，我講返呢個事件的因果啦，係咪？亦都聽到好多泛民的議員呢不斷將責任推喺特區政府以及中央政府。我想指出一個事實，
是戴耀廷什麼時候開始講公民抗命的？是2013年1月的信報，他寫了一篇文叫做《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即是說差不多兩年前的主席，特首普選諮詢都未開始，未有了開始，他已經說公民抗命是最大殺傷力的武器了，他已經準備抗命了，人家都未諮詢你已經是預備用 去抗爭了，用非法手段去壓迫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了，這個責任應該誰負呢？又或者我們看看今年七月那個遊行啊，有些什麼標語 啊中央政府都人大常委都未作決定，已經有人說大倒數大攤牌了，已經有人預備大攤牌了，預備是盡此一煲，用武力去包圍政府，來脅迫政府改變一些憲制，以憲制作為基礎的決定。什麼是因，什麼是果呢？我希望我們的市民是看清楚的。多謝主席。